洛之離。好啦，好啦，而家嚟到第三 part 咧，又要做咗个头盔先。以下呢一 part 咧，即系嚟紧呢个三 part， 呢一集节目都系噶啦。一讲到牵涉到自杀个问题嘅就话，如果你系18岁以下，如果你嘅心智未成熟，如果你系容易受到人哋嘅情绪影响，或者可能精神上系容易系受干扰，你就唔好听我哋呢几 part 嘅节目讲自杀啦。因为可能你一听嘅话，可能触景伤情又好，可能勾到你心里边嗰个 dark side 嘅层次又好，可能你做出啲唔好嘅嘢嘅话，咁就唔愿意见到呢啲情况，就大家唔好听。OK， 如果你系 positive， 你系 handle 到嘅，你先好听。同埋你想听翻学文思潮所谓嘅鼻屎，你又听翻头嗰两节啦。冇错啦，即系如果你正系针对第二 part 听学文思潮点样 upgrade 作为前学文思潮嘅成员，点样贴鼻啊？点样去系落同埋串前两个嘅老细？我又呢啲唔系叫系咯，唔系叫咩？唔系，我纯粹真系将一啲真实嘅事件、真实嘅情况话俾大家知啫。嗰啲唔系叫系咯。有一日如果你见到阿黎文乐喺度织冷衫，记住影幅相俾我哋睇。可能吹紧玻璃咧，吹玻璃，我唔知噶，我唔知佢在玩啲咩噶。不过系佢份人好奇怪，其实佢有少少文艺复兴嗰啲年轻人嘅状态，系噶，系嘛，系噶，即系好有嗰啲。即系文艺青年咧，攞住本书，之后可能去睇博物馆啊，嗰阵时练首诗啊，可能佢做节目咧，佢嗰阵时系睇咧，咪有个透明嘅水樽咧，系以 A4、A5 嗰啲做 size 嘅，冇留意喎，好一个好似一个方形嘅水樽，佢咪睇紧嗰啲咯，系啊。吓，系啊，睇嘅意思咩？真系欣赏去睇，欣赏佢喺度啊，买唔买好咧？当然啦，第一个唔系佢买，第一个前司文买嘅。哦，咦，又爆咗啲嘢添。咦，喂，唔系啦，你哋不如出书啦，讲下每一个前学文思潮嘅成员啲秘史啦。我哋真系有人讲过话，不如出本学文思潮趁完结嘅时候出本书嘅，但我哋好似冇。学文思潮之神秘事件簿，究竟你哋所有成员，你总共有几个成员咯？嗱，入过嚟嘅 total around 成千人嘅，一定过千嘅。咁但系核心咧？核心你如而家30-40-50左右，即系嗰个大合照 goodbye 嗰张相里边嗰扎人啦。好多都系，系咪嗰扎？我又要讲翻嗰日嘅嘢。我冇谂过嗰日咧，如果大家认知咧，咪好多都着黑衫嘅。黄之锋系零零舍舍一个着橙衫嘅，即系你觉得佢特登出位？唔系，冇夹过嘅。唔系，我唯一一个着白衫嘅，咁你觉得我咪出位啊？系，唔系，我后排唯一一个着白衫，你好明显扮杨岳桥，我要出位，我唔系而家扮啦，我要挥手做摄石啦，哦，咩啊？佢自己都成日笑佢自己啦，而家，咁啊呢下叻嘅，我哋又讲少少啦，就系出名嘅时候咧，你知 D100又出名咧，咁嗰次又唔系 open for public 嘅。咁咧，我哋食饭，有咁啱咧，我嗰位就 Oscar 唔系同我哋坐一位，因为佢同嫁娘阿 Rosa 嗰日坐同一位嘅，咁佢就坐隔篱啦，我哋就坐另外一边啦。有几个女仔行开咗，就去咗补妆，跟住就咁啱就嗰几个女仔系咪学文思潮？唔系，哦，即系D100啲贪靓嘅 staff。唔系贪靓嘅，系平时好少见佢哋打扮，但嗰个真系好靓女嘅，系啊。你呢句又系唔系嗰啲？你呢下又系导弹嚟嘅喎。乜嘢导弹先？呢啲唔系嗱，我唔费事喺on air 讲我头先同阿两位边啲系啦，嗰啲唔 on air 唔讲得嘅。系，继续先。咁咧就抽奖咁样抽中我哋嗰台。系Oscar 即刻坐埋嚟我哋嗰台，我就当住全部人讲，喂，你唔好见位又笑个僆仔。咁佢系咪谂住嚟攞奖啊？系想玩嘅，因为佢冇奖攞。哦，因为佢攞围咧，好多个已经攞咗奖噶啦。唔系，我哋下次先讨论 Oscar 啦，讲翻自杀先。唔系，因为嗱，自杀咧都认真翻少少啊，认翻少少冇就系，你知道嗰个自杀风潮就出现咗半年啦。咁但我其实想讲返少少历史背景。咁系咪
只是呢一年或者系呢半年先出现一个学生嘅自杀潮咧，当然唔系，讲紧香港啊。如果前嗰几年大家认知咧，成日成日喺唔同嘅大学啊嘅天台都有人跳楼自杀，冇错。甚至乎而家嘅城大咧，佢 AC 2 到 AC 3 咧。AC2 嘅四楼去同 AC3 嘅六楼系有一条桥连接噶嘛？佢而家原本系空嘅，即系得个膊，咁咧揽一揽咗就跳咗落去嘅。而家系封死晒，封死晒。哦，而家连天台都封。因为早几年就跳得多啦。系啊系啊系。咁我就想讲就系，如果我冇记错咧，大概啦吓，大概喺十年或者九年前到啦。嗯，其实都有一段时间咧，嗰一年两年咧，系好多中学生跳楼嘅。系，因为嗰时候啲剪报我剪低晒嘅吓。咁只不过大家冇怀疑啫，或者唔系好焦点摆喺度啫。好啦，我再褪前少少，其实喺九八年、九九年嘅时候咧，都有一次，唔知点解嗰一年咧，又系不断有中学生跳楼死嘅吓。咁、我仲记得点解嗰阵时我好记得嗰个风潮咧吓，因为嗰阵时咧就啱啱嗰一年经常有人跳楼死啦，学生、中学生尤其是。咁嗰年咧，我就啱啱第一次我去伊朗，系啦，跟住嗰阵时系九八年，我记得九八年我第一次去伊朗，唔系啊，九七年啊 ，sorry， 九七年我去伊朗，九七年嘅十月我去伊朗。咁你即系嗰阵时去伊朗，其实好少人会去噶啦，系啊，而家多咗好多啦，系啊。咁九七年我去嘅时候咧，我仲记得我去到一个城市叫做伊斯法罕，嗯，伊斯法罕系一个好靓、好漂亮，建筑特色好好。人非常之 nice， 我真系我话俾你听，嗰、那个夜晚咧系好似旺角咁热闹嗰啲街，但系咧系啲人系 nice 数咧，即系可以周街同你倾偈啊，影相冇嘢，即系你唔会想象嗰阵时九十年代啲人话俾你听伊朗系几封闭，甚至冇排美啊，即系冇，因为你知冇冇冇冇冇，冇当时美国嘅情绪都仲冇，完全冇话俾你听，我搵唔搵到间可口可乐厂先？唔系，1997年我已经喺德克兰饮可口可乐噶啦，仲要咧买到迪士尼嘅，买到迪士尼嘅嘢噶啦吓，你谂下嗰阵时，所以啲人喺出边，所以话我话你听，西方嘅传媒所讲嘅嘢同我哋现实去到现场系两回事嚟嘅，两回事。好啦，咁啲人其实完全唔排。美嘅 ，OK， 我想咁讲。好啦，去到伊斯饭行，啱啱撞正咧，佢哋有一个叫做儿童电影周，即系等于我哋嘅电影节，但系全部系咩呢？就全部系放儿童嘅电影，但系系真即系真人拍嗰啲喎吓。只要咧系现场睇嗰啲咧系儿童，即系青少年、中学生、小学生，仲要俾我现场咧，我哋见到就系咩？有个电视台。是訪問緊啱啱睇完戲嘅一個小學生唔知中學生，好矮，因為唔知佢中學生小學生，問緊佢對呢套戲嘅諗法。好啦，於是乎咧，當時我就同啲伊朗人即係識，因為伊朗其實好多人都識講英文嘅，你完全唔能夠想象噶，因為好多以前係英國留學添嘅嚇，所以你哋唔好即係信。我唔應該咁講嘅。唔好話即係兩個國家係完全對立先得㗎。冇錯，冇錯。我唔應該咁講，但我都要咁講就係，你真係唔好信 CNN 講到真係大佬伊朗人全部係黐線先得㗎。我睇曬 Argo 咧，咪覺得咧自從德克蘭革命之後咧，伊朗同美國嘅關係真係咁差，其實唔係。梗係唔係啦？喂，1997年啊，可口可樂啊，我喺入邊飲嘅時候，我望得好清楚，嗰、那個可樂廠係喺伊朗噶，波斯灣嗰個島上邊設立噶。你唔好同我講佢哋反面啦、啊。OK， 好啦，唔係反面，政治上、啊、有啲表面上嘅嘢要做嘅、政治瓜葛同民間交流兩回事、啊。咁大家都知道政治嚟講係有兩個 side 噶嘛。表面上可以好唔好或者好好，但另外一面是暗下都是两个唔同嘅情况。冇错啦，好啦，咁于是乎咧，我就同嗰啲识讲英文嘅人讲，佢话啊，我真系谂唔到你哋即系原来对小朋友嗰个尊重系咁大，因为你竟然可以个儿童电影节真系俾儿童睇，你俾我哋。个儿童电影节俾大人睇噶啦，好明显喺家长带入去噶啦。咁嗰啲咩儿童电影嚟？系啦系啦，你亦都唔会见到香港会访问啲细路对于嗰套电影点睇法，唔系好认真嘅佢哋做得。好啦，咁我当我讲完就系话，我话好难相信原来伊朗系咁样，因为我话我哋香港唔同啊，因为我话我香港过去嗰一年我哋有好多中学生跳楼自杀，即刻嘢。因为当时听到我讲说话嗰啲伊朗人咧，系直情碌大只眼望住我，我话你，佢话我会唔会误会咗你嘅意思啊？你讲咩话？我话即系佢话你讲自杀 suicide， 即佢以為我哋有即係溝通上嘅錯誤。嗯，哦係啊，我話已經過去嗰一年，我有好多中學生係跳樓自殺㗎啦。咁佢哋話嚇，我哋冇能夠相信原來你哋呢個城市啲學生係會自殺喎。咁我就問啦，我話咁我想問伊朗嘅學童自殺率高唔高㗎？好啦，佢答我，如果你俾我而家答你咧，係零，係零。
我哋系冇听过喺伊朗有学生自杀过，即系起码嗰个 generation 啦，即系讲成九十年代尾个 generation。唔知过咗十几年之后会点啊？吓，冇错啦，即系起码嗰个时期啦，佢话系零。咁我当时我其实好心噏噶，即系我心谂吓，点解一个被你哋西方国家塑造到邪恶族心嘅一个布殊年代啊？嗰时未系布殊，嗰时系克林顿年代嘅国家系嘛？都系九七系克林顿未咧？都系克林顿，都仲系克林顿。九六啊嘛，佢系九六开始做。唔系佢系九二定九一开始做咗两届啊嘛。咗九二，哥尔系零零年选输咗。系啦，咁系做咗两届。咁啊，之后咧，咁我就话一个俾人认为系邪恶族心反西方。嘅地方竟然我起碼我信佢先啦，就話起碼呢個地方，因為我見到啲細路好開心啊嘛，喺現場零自殺率。好啦，之後咧，我反觀我哋一個相對叫做香港一個國際都會啦，國際都會親西方嘅地方嚇，而家唔係啦，嗰陣時係啦，而家唔知親乜啦嚇，親豬嘅地方啦。两头唔到岸，绝对系。我宁愿佢阻晒，系咪先？你阻晒同我就同你讲正式阻系点样啦。佢而家啲街道名都仲用嗰啲英国时代嘢嚟噶，就同我转翻晒咗。Exactly， 中文译名。你就同我讲个解放大道出嚟，即系我俾你听，我革命路唔好再叫嗰啲港督名。都系嗰句，你要我阻我阻，我比你更阻。好啦，呢啲后话啦。好啦，咁我嗰時好失望就係點解會嗰陣時係咁咧？好啦，於是乎我就記得喺九十年代尾試過一次自殺風潮啦。十幾年前試過十年前都試過一次啦。而呢一年即係呢一過去嗰一年一兩年啦都出現。咁但係點解呢一次會嗰個我覺得個焦點或者嗰個關注性大啲咧？我覺得係真係因為社交媒體嘅，因為十幾年前嗰個咧，其實嗰陣時仲未好興社交媒體。你報紙報導完，電視台甚至唔報導嘅。电台唔报道嘅，只系报纸讲嘅啫。OK， 你嗰个震撼力唔会推到好大嘅。九十年代尾嗰个更加啦，报纸有时都唔系太报道。你冇咁多媒体帮佢 push 咧，的确喺嗰个年代冇乜啲乜嘢事件咧，系会成为一个社会嘅热话风潮嘅。Exactly。如果即系譬如好老实讲咁讲句，我唔系要拆我老细鞋啦。如果当年 SARS 唔系大班咁样喺度吹，系咁讲话要，我头先谂紧边个系你老细？哦，大班。咁佢真系嗰时做到好做。好多嘢喎，疫苗啊，我颈惊你话林旭华系你老细啊？我应该唔系咁讲嘅，不过而家唔系，我要顺便讲嘢啊。唔使啦，我视佢为敌人嘅，乜啦，你咪借我把口啦。好啦，我有啲咩错，我收你，你同我读出嚟啦。咪即系大班其实都帮拖嘅，帮咗好多嘅。咁的确喺嗰个年代冇呢啲所谓嘅知名人物啦，社会媒体去帮你去 push 咗啲事咧，喺嗰阵时好难做到个风潮嘅。咁所以呢一次係可以迫使到好多係家長關注啦、市民關注啦，甚至係逼到啲主流傳媒要關注啦。其實都係網上逼嘅啫嘛。你估平時佢哋主流傳媒有 care 過咩？冇啦。好啦，之後仲要係逼到啲學生關注，呢、這個我覺得最重要。甚至因為學生關注，所以出現到有學生要同局長去遞信。係啊，雖然局長唔收啫，嚇、佢 cheap 啫，但係我班學生型啊嘛，係咪先？因为喂，班学生咁冇暴力啦啩，好和平啊，和平啦啩，你唔收信，仲要提早自己闪走，之后截停你，你仲要咁？你甚至最核突，搵个警察入去个中学校园帮你开。Exactly， 你要明白就系任何一个校园，当去到要搵警察入嚟帮你做维持治安，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侮辱。任何情况都系。如果你话搵到警察，我都 fine。你搵个警察接封信递入你个车窗，我都觉得你做咗嘢。系啊。哇！你而家系连呢个手段都唔做，你系叫个警察 block 啲学生？喂，你真系黐筋噶！你点做局长噶？你个脑真系生喺边度？所以全民话有冇读书噶？下届唔揾佢啊嘛，唔揾佢都系一回事啊！唔该你找翻而家呢几年啲数先啦，你点做局长？呢几年几多教育嘅数佢未找啊 ？PSA 到今日都冇乜点大回应。呢条友喂，如果你 handle 唔到。你唔好做咯，系咪先？冇人叫你，你冇能力咪唔好做咯。你冇咁嘅智慧，你唔好不心甘不忿咯。我哋心甘不忿啊，俾紧钱你做局长。好啦，我哋真系纳税人嚟，我哋真系纳税人。我唔系啊，我唔系你，我纳税人啊，我屋企系纳税人啊，大佬。好啦，个问题就系而家当个风潮谷咗去，大家关注啦。咁我就反而觉得咧，我就观察咩咧？我就观察，其实真系啲人讨论自杀，有冇讨论过咧？其实又好少，好少噶。只不过系将啲 issue 抌出嚟之后咧，喂，咁大家咪倾下点解会有咁多学童自杀咧？或者你唔好话你用专家嘅角度啦，你唔好话啲心理学家要叫佢填啲咩承诺书啦，嗰啲我哋都唔讨论啦。即系话，咁你咪
傾多啲死亡教育咯，傾多啲自殺嘅問題咯。因為你唔傾，你唔提，咁你逃避，你係令到而家喺度 struggle 緊嘅學生，或者係其實企喺個邊界嘅學生，其實佢哋係冇發泄嘅途徑嘅。咁我就要講翻就係話，我想表達多少少嘅就係話，最憎嗰啲係咩呢？賤到咧，討厭到嘅就係嗰啲咧。高高在上嗰啲唯道之士嗰扎咧，话、哎呀，啲学生唔好咁灰心，要开心，要睇得开，鬼唔知咩？睇得开嘅话，佢又唔使跳咗落嚟啦。认真嗰句，咪就系咯，冇，其实真系好少有问题嘅学生咧，系会自己寻求协助嘅，绝对，因为佢哋只系觉得。哎呀，成個社會壓迫我，我唔好想將呢個問題去同人宣泄，我不如自己解決咗佢咯。咁佢嘅解決方法就係、是、即係一係自殘，譬如戒手、戒大髀，又或者而家仲有冇噶？有，因為我太因為有，因為我呢個叔叔已經長大得好緊要啦。有好多，即真係會因為壓力而戒手，仲有戒手呢樣嘢。有。即你有冇接觸啲同學仔需要幫手㗎？其實即要佢哋去，即你要介入去輔導翻佢哋嘅。即係我以前讀中學咧，咁你知中學咧、啊？等陣，我問咗一樣嘢先。阿 Greg， 你係咪一個好 positive 嘅人嚟？我冇，基本上我冇任何自殘行為㗎。你有冇試過有 negative 嘅思想先？有，咁呢個係人都會試過，好正常嘅。但係你有冇試過？你點樣走出嗰個困局啫？你有冇試過 commit to suicide 嘅先？冇。哦，唔得啦，我驚我勾起你嘅悲劇回憶啫，冇點死。因為我相對叫做我以前嘅教育環境。是相對比較好的，因為我有相對較多的人去即是你先屋企，無論屋企啦，無論我學習啦，因為我學習其實我仲有個學琴那邊咧，我個老師姓張嘅，好記得佢叫咩名字，佢係好鬼勁噶，佢一啲咧，你頭先話姓張嘅話冇叫佢咩名喎，張乜乜啊，講出嚟讚下佢啦，讚啊讚佢啦，我唔知道，我因為冇同佢 lost 咗 contact 啦，已經係，係啊，咁我如果佢聽到佢自己揾翻我啦，佢知道點揾我噶啦，你學琴嘅咩？我學琴噶，佢嗰個人好勁，你又係唔似。你同 Oscar 一样，你个样傻下傻下，你个样傻下傻下，我以为你玩 figure， 我冇玩 figure， 就系咯，我真系一个 figure 都冇。我以为你系玩 figure 嗰啲宅男嚟，点知你又弹琴又 outgoing， 一完全唔同你个 look 一样样嘅。唔系，佢系点咧？佢系你学到几时啊？学到几级啊？学到中六，我考到八级。哇，睇唔出哦！啲眼镜，我真系啲眼镜啊！你个真系啲眼镜啊！唔系，我考因为八级啊，我考唔，但系你个样考唔掂，你个样真系唔似考弹琴。咁但系佢嗰个老，我讲翻个老师咧，个老师好鬼，真系原本要认真，但谂唔到呢个画面。好鬼劲啊！佢钢琴好叻，佢哲学好叻，即系佢同你讲道理。佢感性同理性都好叻噶，你知音乐演绎咧，一啲系感性嘅嘢嚟噶嘛，但系哲学一啲好理性嘅，佢两样都 balance 得好好，佢咁样同我梳理咗咧，所以以往。嘅鋼琴堂咧，係有一半唔係鋼琴堂嚟，有一半係同我傾偈嘅，有啲係心靈開導嗰啲堂。咁仲有一樣嘢嘅，變聲先講啦。仲有一樣嘢就係鬼叫你又係天主教徒咩？係咪？天主教徒都幫我唔係好多嘅啫，係咪先？啲神父冇理過你嘅，其實唔係，因為我又其實好少將呢啲咁 negative 嘅情緒帶翻去教會嘅。其實你翻邊個堂嘅？我唔記得咗。我其實講唔講得先？講得講得，我就我屋企就翻聖十字教堂嘅。邊度啊？喺西灣河聖十字架經，聖十字架堂啊，係啊，係咪大斜佬上面啊？大斜佬嗰個嘅，係啊。咦，我啲印象好舊噶咯喎，嗰、那個。嗰個最近有最近呢近呢個十年有做有個少少裝修嘅。哦 ，OK。咁我就細個就翻聖本篤堂嘅主日學。聖本篤好熟喎、啊，邊個？聖本篤就喺沙田圍嗰邊嘅。哦，我知啊，入到去黑到不得了，不得之了，出面有玻璃幕墙，冇错，而家摆咗个教宗个纸牌喺度嘅，我唔记得而家冇系咪摆咗，我上次上个月去嗰时见到块纸牌，系吓。嗰、那個堂好好、啊、喎，因為好黑啊，好中意啊，真係好黑。佢樓底仲要好高咧，黑到。同埋我嗰次去咧，就係因為我未見過，即係我未參觀過呢個教堂嘛、啊。我拆開少少話，入到去覺得哇正喎、啊，玻璃入到個大堂咧係玻璃幕牆啦，入啲陽光射入嚟啦。但再入到去咧係全黑，黑到你乜都見唔到，真係黑到麥豆啊嗰度。咁我就話哇正喎、啊，咁黑又舒服坐好啦。之後咧突然間咧咁我八卦啦，黑到原本有兩個人騎緊肚嘅走咗啦，得翻我一個，咁我就喺度八卦行曬成個教堂啦、啊。咦，有人漏咗袋念珠喺度喎，即係騎咗肚唔記得咗啦，我就拎住個念珠走去問啲職員，話有人漏咗喎。咁、那個職員就話：，你擺翻嗰個位咧，因為佢哋會翻嚟攞噶啦。
黑到咁啊，黑到自己攞条链珠入去都可以跌低嘅。咁你系嗰个堂啊？我系嗰个堂翻主日学嘅。而家咧？而家冇啦，而家冇乜点翻嗰个堂。即系而家唔翻教会啦。而家其实少翻教会嘅，唔得噶噃。咁因为我真系好忙。吓、啊？咁不能停止聚会喎、啊。圣经话阿 Sir， 我哋呢啲因信称义嘅人，我冇呢啲嘢噶。你唔好同天主教同我讲因信称义啊，阿 Greg， 我而家用天主教非教徒嘅身份，所以啱啱先去完弥撒过嚟咯。哎呀，今日入你唔到啲嘢，但今日系复活节啊嘛。我唔系节日信徒嚟嘅，因为连节日都唔去教会。咁衰啊你！好啦，咁啊，即系证明原来你都系个背景系冇面对过呢个 suffer 啦。但系嗱，我亦都坦白讲、我亦都要同好多听众坦白讲就系话，其实人生系辛苦嘅。系辛苦，系咪？即系嗱，尤其是嗱，阿 Greg 就好特别、啊。你过咗20岁未啊？我21啦，啱啱廿一过咗啦。哎呀，过咗嗱，21岁啦，咁啊年轻仔啦。我呢啲咧就怪叔叔啦，中年怪叔叔啦。系啦，你经你呢两脱人，你都明白，其实面对个人生嘅压力其实好大嘅，即系两个层次都要面对好多压力嘅。我好坦白讲，人在世真系边个未系未喺刹那间谂过死啊？我觉得个个都谂过，个个都谂过，我都谂过。我谂你都谂过，不过唔系安排过死亡咁解啫。我安排唔到嘅，因为一谂起又痛又辛苦嗰啲咧，你又唔会想死嘅。其实呢个就系其中一个 point， 就系话其实好多人咧谂过想死，刹那都谂过想死，即系面对好多问题嘅时候，但系一谂到点死咧，死唔去点算咧？有好多好多种方法，其实你唔需要太多成本啫嘛。你开只枪，冇假药冇枪花嘅，你跳咗落去，你又死得。但系你谂下，哇，好痛、啊！死唔去点算咧？系啦，哇，咁高打落嚟，死唔去嘅骨折，咁我咪仲辛苦。因为跳楼死唔去，后来伤残瘫痪嘅人就大有人在啊。咁好多系咁噶。其次其一啦，或者你喺屋企突然间有第二啲方法嘅，咁我唔 mention， 梗系唔好 mention 啦吓。但系问题都唔系死得去噶噃。你又谂下啦，死唔去嗰个痛苦仲惨过你。系啊，你唔死，你可能变植物人噶喎。系啦，咁点啊？即系呢啲，你会谂完之后，你就觉得其实死都系一种难题。冇错，系咪？但系个个都其实我觉得个个都谂过死嘅，绝对。啊、不过争在你有冇 committed 到啫。好啦，咁我就都俾讲下我嘅谂法就系，虽然我都系一个好乐观嘅，我都系好积极人生嘅，但系过去嗰几十年，你都有时遇到好多困难啊，遇到好多病痛啊，你都觉得哎，不如死咗算啦、即系辛苦啊。我最有一个最即系。最接近死亡嘅，唔系都未叫做接近，因为我冇试过行驶个去死亡嘅过程噶嘛。我系有一次，当年咧就仲系翻紧我嗰个被视为异端嗰个基督教会啦吓。咁、哦、啊，但系我好 committed 噶嘛，即系我系好投入传教呢家嘢。咁啊，就当时咧发现咧就系我纵然要选择要跟从圣经嘅标准去过呢个生活，但系发现绝大部分嘅人系唔会过呢种标准嘅，咁觉得个落差太大，咁觉得哇好辛苦啊，面对啲人又贱格系嘛，啲伪基督徒又衰格，呢、这个简直唔系我应该属于嘅世界，系啦，应该系一个呢、这个完全能够可以 fulfill 到嘅。我唔系啊，我仲要虔诚到咧，我就匿喺个床度，用个枕头冚住自己，之后咧喺度即系伤心紧嘅时候咧，我仲祈祷啊，我话神啊吓，阿保罗都话其实佢想离开。呢个世界噶，圣经话佢都想要一个即系见到你嘅快速嘅时间噶，不过而家实在太痛苦啦，咁当然都系法事嚟嘅啫，法事完真系心谂唔通真系走去死咩？但系一定刹那谂过呢啲嘢嘅，咁变咗其实我觉得而家好多后生仔或者其实未必系后生仔啦，即系其实而家就算面对社会问题嘅年轻人，你即系社会工作者大人，可能金钱上有问题嘅咩都，喂都会走去谂住自杀噶，系嘛？咁呢个系唔能够逃避嘅社会问题嚟嘅，即系你唔好话你唔讲唔提节目唔讲主流传媒唔传播，咁就冇点会啊？即系我觉得而家啲人系斩脚趾被花中一个地步就系、是，喂呢、这个你知唔知自杀啊？系由盘古初开创世纪到呢一刻，我当佢6000年历史咧，人类文明都未消失过嘅一个社会现象嚟噶。我唔讲呢个问题啊，呢、这个课题应该要教导嘅，因为其实传统嘅香港教育咧系冇乜点教过你去生与死呢样嘢，即系生死教育。生死冇乜噶，因为佢唔想话，佢哋成日个谂法就系话，我惊我教完你死或者你生存嘅嘢之后，你真系会走去死嘅，佢哋会咁样嘅谂法。但系个问题，如果你唔教，咁系咪嗰啲人？代表会唔死咧？唔系噶，甚至乎佢可能更加好奇添。系冇错，甚至有啲人可能，如果有一种谂法，就系死咗可能有得重生嘅话，咁咪可能有另外一个嘅抉择系行咗噶嘛？系嘛？嗱，当然佢有个谂法，但系
其實如果我哋唔面對解決嗰、那個嗰、那個發泄途徑，即係我嘅諗法就係咁啊！即係你其實你逼唔到個人去做咩決定嘅，即係死與唔死，你未必逼到佢。但係你起碼如果喺一啲人嘅關鍵難題嘅出現嘅情況之下，你俾啲發泄到，你咪不斷同佢講死嗰啲問題咯，係嘛？即係嗱，我舉一個例子，嗯，我有個好老友。唔好讲名，我梗系唔讲名啦，因为网友唔识佢嘅，啲、哦啊、即系唔系阿祖或者 Rosa， 唔系，真系出边啲好熟嘅朋友，我1996年开始识佢，识到而家啊廿年老友咯吓，佢咧即系因为我识佢，因为我有啲旧同学同佢有共同朋友嚟嘅，咁、嗯、啊所以识咗佢，佢系真系一个负面人嚟嘅吓，佢系负面到咩地步？即系。情緒同精神上係 negative 嘅人嚟嘅，咁佢真係經常話不如死咗佢咯，唉死咯，不如死咯。但係咧個問題就係我哋從來冇阻止佢發泄呢種嘅途徑，嗯啊、即係我哋唔會突然間話你唔好再講呢啲嘢啦，你努力嘅，我哋唔會講呢啲廢話嘅，唔會係喂講呢啲廢話，你唔通改變到佢嘅諗法咩？係嘛？咁但係咧當然佢不斷發泄，不斷去講嘅時候，廿年佢都未走去死啊！因為佢有個發泄途徑啊嘛，同埋佢好中意聽歌、買碟、聽歌之後就去講下，不如死啦，不如死啦，好啦。咁之後有一次咧，我記得幾年前有一次佢喺網上唔知留言咗啲好似好 negative 嘅説話，類似啦，即係好似係人生冇希望啊，雷曼炒窿咗啊，即係類似啦，或者可能佢對嗰位話不如真係離開啦咁類似咁嘅嘢。咁我嗰刻有啲擔心，咁我就留咗個 message 俾佢話。喂，有咩事讲俾我听噃？咩？之后咧，佢就复我话：啊，冇嘢，发泄下啫。之后咧，我就喺同一个 group 咧，我就闹另一个同学，话：喂，你睇下人哋争啲想死啦，你都唔去鼓励下人。咁我嗰个同学就话啦：诶，佢讲死都由80年代讲到而家啦，我都听惯啦。之后咧，因为我哋冇避忌到嗰个死嘅讨论。嗯咁原本嗰個 negative 嗰個同學咧就留言咧，佢話：你衰啊你！如果我真係走去自殺咧，你要負責咁樣，即係好明顯已經冇咗事啦。呢啲翻到嚟開緊玩笑嚟㗎啦。係啦，咁但係咁當然冇事啦，係嘛？咁喺呢個角度咧，我又覺得其實你係需要直接面對、嗯、即包括你個朋友，包括可能你啲家人，有啲人可能佢面對家人跳樓嘅時候，就可能好驚講個死字啊，唔好討論生死問題，大佬啊！咁你唔討論，你唔面對，唔代表佢冇呢個思維啊嘛。你反而冇得幫佢梳理咗呢種咁嘅情緒咧，反而更加危險啊！因為呢一啲其實係好似一條橡筋咁、嗯。你唔講，你越係其實幫佢問行緊，其實佢更加容易鬆手，一彈就彈開咗啦嘛。同埋佢肯講，咁咪傾下咯，係咪先？因為我哋見到嘅情況就係、是、真實例子，嗯，我同埋呢一班舊同學識嘅一個人嚇，佢係一個傳媒人嚟嘅。当我们知道在几年前有一个报纸的港文版讲那宗个案原来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朋友呢，我们都 很震惊，因为为什么？第一他很 outgoing 的、嗯、他表现得很乐观的，从来没有说自己有问题的、嗯、还好像生活很正常的 kick track。咁我唔知道，因為阿圭你始終都細我好多啦，咁我唔知你幾年前有一單新聞，我記得好似係頭版添嘅，就話有個香港人去咗曼谷，租咗一間房，之後咧就將個房間封死曬，之後就過咗幾日之後咧就裏面自殺啦，咁就覺得好震驚，點解一個香港人走去曼谷咁樣 committed suicide？ 咁後來我哋知道原來係我哋識嘅朋友咧，我更加震驚，因為嚇。乜我哋识嘅一个咁嘅朋友，从来冇表达过死，从来冇表达过有 negative 嘅思维等等所有嘢，最屘尾行到咁绝，而佢死前当然冇同我哋任何人或者系识嘅朋友里边表达过任何嘢啦。咁结果咁样死咗。嗯，咁我当时我哋都好多即系识嘅人都喺度反思紧嘅，咦，我哋系咪其实冇认真去认识过呢个人咧，或者 care 过呢个人咧？或者其实一个人 show 出嚟嗰一面咧，系佢真实个表面嘅相反。嗯，因为有时咧。對住大眾或者對住 social 嗰方面咧，佢哋未必攞最真實嗰方面噶嘛，佢哋咪攞一個最虛偽或者最假或者甚至乎相反嗰方面出嚟咯。呢個係有好大好多時都會咁樣。所以如果頭先你講嗰套，如果自細無論喺教育上喺、嗯、課堂上有面對講個生死問題嘅話，可能佢都係一種解脱嚟噶嘛，即係話可能有人同佢肯討論關於死亡，咁可能佢。
我唔知啊，呢个朋友或者可能我识得，因为我身边唔净系只识得一个朋友自杀嘅，嗯，即系我识得有都几多个朋友系成功自杀死咗噶啦，吓，咁当你知道呢啲情况嘅时候咧，你就觉得点解我哋事前系一啲症状都发觉唔到咧，吓，即系呢个系都几。几令人诧异噶，吓咁系咪应该？如果我哋作为中国人，即系嗰个你知道嗰种迂腐情况，好迂腐。一讲死就话唔得啊，呢样嗰样，避忌就唔好提啊，唔倾得啊，唔倾啊，咁所以就你唔会有事啊，唔倾就唔会有事啊，你嘅心态就呢个就好大问题。所以我当然我哋唔系专家啦，我又唔可以教到一种咩方法系令到啲人唔死都冇可能啦，因为我哋大家都谂过想死啦，系咪啊？不过只系个我觉得。宣泄是一个方法，要找地方宣泄的。不可以对死亡有避忌是一个方法。嗯啊、你身边有没有人真的自杀死亡的呢？因为你后生啦，你面对过可能未必那么重要。所以是隔一个关系有人真的自杀死，无论上个心或者没上个心都有。譬如今年其实我认知有一个啦，去年有一个的，他们都是自杀死的，有一个。后生的。一个后生一个比较大个嘅，咁其实 so far 佢哋即系我唔系直接认识佢哋，听翻佢哋都唔系平时都唔系一个咁悲观嘅人嚟嘅，都系啲其实有啲乐观性格或者几开心嘅人嚟嘅，但系估唔到原来佢背后嗰个嘅阴暗面咁大，或者佢遇到嘅困难咁大咧，最后佢选择咗自杀去了结咗自己生命，两个都系跳楼死嘅，咁所以为我嚟讲就系、是、其实。你好难叫人哋去同你讲话，唉，你有事同我倾啦。其实好难，好难，因为你佢真系肯同你倾，嗰啲叫好好噶啦，嗰啲叫好好噶啦。佢肯揾人同你倾，佢知道自己真系有问题，觉得系需要揾人去疏导咧。呢个系好多人都唔会愿意走出呢个框框嘅。嗯，佢哋肯走出嗰啲已经算好嘅。反而你要真系去理解或者去了解佢哋嘅，尤其是我哋过完雨山之后咧。好多人有所謂嘅心理壓力或者陰暗，你嗰啲病，或者有抑鬱啦，抑鬱啦，有啲嗰啲運動創傷。我諗你同我都會知解，即係散完場之後，清完場之後，哇！嗰、那個月直情失落到咧，係啊，嗰、那個月係即係尤其是你哋更加會啦。因為我認識嘅好多人都係有呢啲運動創傷，嗰啲叫俗稱，因為完咗成個佔領，做唔到啲乜嘢，又好似冇成果，又好似冇成果，又好似又要背負住咁多嘅批評，但係明明我做緊嘅嘢。我覺得啱嘅時候，但點解要背負呢啲咁多批評或者唔成功呢？佢哋係有呢啲好多嘅心理病。所以我岔開少少。嗯。年初一嗰、那個旺角事件咧、有好多黃絲咪轉咗態嘅。其實我後來覺得咧，都未必唔係好事。嗯。點解咧？因為我又覺得有好多黃絲其實係入陷咗一種抑鬱狀態。我覺得 ，OK， 佢覺得。參與咗呢個運動，佢 support 咗好多人，但係結果可能都係冇任何嘅效果，甚至覺得好似藍絲係佔領上風啦、政府佔領上風啦。咁喺嗰一刻佢轉態，我覺得係一種宣泄嚟㗎，即係我唔理佢嗰個取態係覺得嗰班係咪暴徒，係咪覺得應該唔好咁激進？但係佢我即當日當晚我當然唔係咁諗啦，但係過幾日我就心諗，如果俾呢班人轉態宣泄出去。都好啊，是不是都好屈喺个心度啊，都好屈喺个心度啊，咪俾佢哋转态宣泄咯，系咪？还定人都唔永远系一种 status 噶咁样，咁所以我都觉得，可能喺嗰班转态嘅人心目中，其实系一种 release 嚟嘅，系咪由你 release 咯，系咪 ？release 即系咁讲，你咁样转态都好过由始至终系蓝丝嗰班啦、啊，系咪先？好过政府啊，系咪先？好多，好过建制呢班黐线佬啊，咁所以。要找一个宣泄途径不容易，但是要讨论咯，即系唔好嗱，好简单。我而家格罗斯尼呢集节目，我已经隔咗成个月先至出嚟同即系大家讲自杀嘅问题。但系过去嗰一个月，主流传媒有冇大家倾自杀咧？冇、啊，有冇论坛咧？冇、啊。有嘅，我亦都識得有啲人有 involve 過入邊嘅，但係所傾出嚟嘅嘢，當然啦，我都唔 expect 呢啲論壇。但係點解唔係公開咧？有城市論壇有。啊，城市論壇有。城市論壇有， okay. 因為嗰、那個代表中學生發言嗰個，其實我個好朋友嚟嘅。邊個嚟㗎？黃永琪，咁就係中學生議會嘅發言人。佢係代表學生方去講嘢啦。係咁，我都認識佢，今日有呢啲咁樣嘅論壇嘅。To be fair 咁講句，係有嘅。
咁系啦，维港叔叔你摸唔实啫，系啦，系我摸唔实啫，你知啦，我呢啲四廿几岁嘅离地噶啦嘛，我哋呢啲只系做怪叔叔噶咋，我都仲要望住个新闻噶嘛，系啦，你知而家啲后生已经系十二三岁开始歪湿噶啦嘛，唔系不过反而我谂紧就系、是，而家我所担心嘅自杀趋向咧、我惊系越嚟越 young。即系 young 到可能真系十岁九岁，早排嗰、那个五年班定六年班嗰个女学嗰、那个女学生咁样自杀法，咁我都觉得吓、真系咁 young， 佢明明因为嗰啲真系未知道或者点样去处理，因为去到嗰个 moment 咧，佢哋真系唔识点样去宣泄嘅，尤其是佢哋可能已经生活已经大压力咧，冇空间俾佢发泄或者做其他嘢去令佢去分散咗个注意力嘅，或者会唔会系唔够胆去宣泄呢，即系例如嗱，我细个仲有胆量就系、是、如果屋企人对我唔好，我咪离家出走咯，即系咁谂嘅，真系咁谂嘅。你细个有冇谂过？梗系有，咪就系咯。嗱，呢啲正常你咪嗱，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进化过程。如果我哋有人对我哋唔好，咪离家出走咯，咪走。听讲呢啲 FF 咧，即系呢一啲嘅幻想咧，系会。会帮佢有一个程度上面嘅宣泄，系咯。咁点解反而而家，例如嗰班学生，我当佢小学生难啲啊，中学生，咁你咪离家出走咯，系嘛？你咪试下做其他嘢咯。但系佢选择嘅就系、是，其实佢会屈就喺嗰个现有嗰个架构、嗰、那个情绪里面觉得冇第二条途径可以做衰人啦，做衰仔啦。或者可能 compare 咗其他嗰啲嘅利弊咧。咁 compare 到，如果你咁意思系话，咁如果你既然咁辛苦，咁咪系咪应该选择一个？你咪做衰仔咯，做坏人咯，有咩所谓啫？我时都话噶，做衰仔人做坏人系冇事噶。有时候你去做一啲坏少许坏嘅事，即系未必去到偷嘢吸毒嗰啲啦，佢哋都可能系一种宣泄嚟嘅。譬如咪之前有只 game 叫 GTA 嘅。点佢哋咪成日惊就系完咗个 game 就佢哋真系出去犯罪噶嘛？对唔住，我真系一个呢啲 game 我都唔识。因为有只 game 咧就系模拟你要做坏人嗰个叫 GTA。哦，系，多谢。佢哋就好惊。多谢仔仔教导。云朗叔叔唔打机嘅。或者我细个都唔打机，何况而家。我其中一个发泄咪打机噶嘛？我系。我想问系咪真系会发泄到咧？发泄到。对于你哋嚟讲，即系你哋呢个 generation。我发泄到噶。因为喺打机嗰度获到个成功感或者满足感咧。其中呢个一个途径，即系虽然系虚拟，都发泄到。系啊，因为佢想要嗰个存在或者一个肯定。打机可能系一个佢哋想得到肯定嘅一个方向咁样。咁你攞到个冠军，或者你攞到赢咗，你会觉得突然间嗰下，你会觉得啊，自己真系好掂，或者会肯定翻自己少少，冇咁 negative 噶。等我问多一样嘢，因为对唔住，我真系唔打机噶。只要你打完嗰啲机，你系会俾其他人都知道你打赢机噶，即系咪联网睇到噶？有啲机有啲游戏系会联网嘅，即系咁样，所以得到一啲 glory 噶系嘛？又系噶，系嘛？哦，明白，因为我谂自己打机自己开心有咩事？有啲游戏系当然只得自己一个玩啦，因为个游戏局限。但系有啲就可以联打嘅时候咧，你俾多人嚟睇啊，你自己系打得几叻或者几劲都好咧，佢哋会有啲会得到呢份优越感。即系要一种赞赏，肯定嚟嘅，系咪？一个自己俾自己肯定。咁我下次见到 Oscar， 我会赞佢个皮包好靓。我都唔使赞嘅，或者你赞都冇乜太大作用嘅啫。要边个赞啊？佢隔篱嗰个，佢隔篱边个先？系我有几个啊？你想要冇啦，黄老叔叔你都唔好赞，唔好再俾啲咁多 FF 出嚟啦。系，拍一拍见啊！